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临终时应如何面对？如何帮助临终者？在自己即将面临死亡之时，应该如何面对？在自己亲人即将死亡之时，应该怎么做？亲人如何如法的帮助临终者？南传佛教的做法有是如何？既然我们必定会死亡，逃也逃不了，明智的做法是勇敢地面对死亡，不需要害怕。佛教讲究因果，讲究业果法则，想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广修善业，行善积福。一个人在临命终时升起不善心，若他的此不善心之恶业成熟，必定会投生恶道受苦。因此，无论自己或亲友，以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临终者很重要。懂得以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临终者，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和亲友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而且可能改变亲友下一世的命运。面对死亡，人们所能做的有两方面，一是平时广修善业，避免造作恶业，尽量避免升起不善心；二是临终前尽可能升起善心，避免升起不善心。关于第一点，大家平时应该从事布施，受持三皈五戒，听闻佛法以端正己见，致力于禅修等来广修善业，依佛陀的教法奉行，避免造作恶业，尽量避免升起不善心。第二点是在临终前尽量忆念，回忆自己过去所修的善业，使自己升起善心。在临终前，我们可以忆念之前所做的布施，使自己升起善心，也可以思维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也可以省察所持所的清净戒，也可以修习自己经常所修习的禅修法门，也可以念诵经典，使自己升起欢喜心和善心。由于有情众生若在临命终时升起不善心，死后通常会投生恶道受苦，因此我们应该劝导临终的亲友放下对眷属钱财的执着，例如劝导他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再为子孙牵挂了，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请不要执着等等。应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临终者面前提起他所做过的错事和过失，这样可能会让他感到后悔追悔，这等于是在害他，因为追悔是不善心，他有可能因该追悔而投生恶道受苦。在《法句经注》第151记注讲述了摩利王后临终前回忆起过去曾欺瞒波斯匿王一事而心生追悔，死后投生地狱的故事。这个故事值得大家警惕，若临终者意念所造的善业而升起净信心、欢喜心，并以此善业而欢喜心去世，下一世通常会投生天界或人间的善报。因此我们应提醒临终的亲人曾经做过的各种善业，
若他对自己所做过的功德善业感到欢喜随喜，就能使他升起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若临终的亲人已经病重躺在床上，我们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做善事，例如以他的名义供养僧团，然后在他面前称赞僧团的清净庄严殊胜而圣洁，使他升起净信心，并提醒他对所做的功德感到欢喜，这就是随喜的善业。应注意的是，为亲人做善业后，一定要让亲人知道此事，提醒并请他随喜。若为亲人做善业而该亲人毫不知情，则对该亲人没什么注意。因此以临终者的名义做善事后，要告知对方让他随喜。假如他对这项善行感到欢喜，有可能因此脱生人间善趣，得享人间安乐。我们也可以提醒或教导临终的亲人修习禅修法门，例如佛随念、入出即念、修习慈爱等等。由于临终者的心通常很微弱，过去的不善业有可能这时趁机成熟，因此若能给他一个使心平静的禅修所缘是很好的。例如可把佛像安放在他面前，提醒他看着佛像，由于佛像的庄严，当他看到佛像时就容易升起欢喜心，获得内心的平静。我们也可以请比丘僧众前来为临终者开示佛法，使他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信心，相信生死轮回，相信三世因果，相信业果法则，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接受有生必有死的事实，使他升起欢喜心。我们也可以请比丘僧众前来为临终者念诵经典。佛陀时代就有居士在临终前邀请比丘僧团到家中念诵念住经的做法。法纪经注如法居士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或许大家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念诵念住经呢？除了它是佛陀开示的经典外，更大的意义是临终者自己曾经听闻这部经，而且也依念住经来修行。如今在即将去世，心力比较微弱之时，请比丘僧团为自己念诵此经来提醒自己修行。当然有些佛教徒纯粹以宗教情操的角度来听诵经，只是想要让自己修习法随念或意念佛法，使自己以善心来善终而已。萨度萨度萨度。